近年来美业成长速度惊人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，创业店家在初期更要懂得行销。有感于美业店家的经营困境，微许移动就打造美业欧巴，提供一站式的系统服务。 他们现在提供的这样子的服务啊，可以让你很快速的不用再像以前一样那么传统的去做记账啊什么的。其实美业也需要做升级，然后美业欧巴提供就是一个很棒的升级的服务。我们本来都是传统都是用人工去预约，那现在我们就是整合系统的预约，变成我们就是可以24小时的无缝接轨去做整体。 整体给顾客方面的预约，还有特别就是它可以整合顾客的一些需求，让我们确切的了解顾客的每一个需求点，然后针对于店家来讲的话，它会很能够明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顾客的 大部分顾客需要的流程啊是在哪一个方向，运用预约系统与会员系统将预约行销会员管理自动化，减轻店家人力负担，提高行政效率，优化消费旅程，透过旧会员带新客打造个人化服务，精准行销创造更高收益，让店家不必费心，将精力集中在提供顾客更好的服务。 希望接下来可以打开我们的知名度，然后让更多的美业的老师认识到我们的仪器，然后提供到更多的顾客了解到自己的肤况的本身。蓝心全方位的金流，包括刷卡，包括跨境支付，包括行动支付，也包括卡机的收款，还核销等等机制，都能跟业务欧巴的平台完整的结合在一起，提供 OMO 最后的一里路。如果商家不能履行服务的时候，消费者还没有消费掉的这个课程费用，我们会帮他完整的保留在我们的信托账户当中，消费者不会因为商家停止服务而损失了这些费用。 整合金流支付与履约保证，透过 AI 数据分析，提升管理效率。美业欧巴打造美业生态圈，串联伙伴力量，扩大市场商机。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